大家好哈，今天咱来养护家来选一个斑点哈，啊没有，这是大狗哈，还不错哈，它这一窝都是散养的哈，现在人家家里就养了这一只看门，这是正在吃东西，斑点也叫大麦丁，看到没有，这一窝都不错哈，有身上花色多的，看到没有？哎呦，看到没有啊？像这几条身上就是点比较多，这种就是后背比较干净一点，有喜欢就是这种点多的，有喜欢就是身体干净一点的，但是还是身上斑点多的比较好一些哈，不然也不会叫斑点。你看他家母狗身上，看到没有，这个养护家来的时候问养护大哥了，人家就养了这一条狗，就是看门用的哈，就是在家看个月。这是一窝，哟，这一窝省了不少了，一日三四五六七，哦，九个灰一个是吧？这还八只狗，狗是不少哈，这一窝可以，比较高产啊。这是喂的湿狗粮哈，看到没有？这一窝都不错。咱现在还是抓紧给粉丝开视频看一下啊，看他喜欢哪一个。刚才和大哥开视频看过了哈，他相中这一只了，小公，身上到处是点，耳朵上也是哈，看到没有？再看看后背，一个人一个眼光，一般斑点还是这种花色多点好看，但是特别多的话，感觉还不如白的显得干净一点哈，看个人眼光吧。你看这一只母的身上斑点也非常多，还有就是稍微干净一点的哈，看个人喜好。看到没有，它这一窝还有一窝八只哈，还有七只呢。密集恐惧症的人看看这种就是最好不要看。还有没有喜欢的哈，喜欢的欢迎大家评论区留言哈，看到没有。